开始了哈，八分满。啊，它是九分。我们今天的材料是章鱼红姜在面前，红姜会有一点酸酸辣辣的，它辣的贵宾可以少放一些。那我们材料是一次性的，所以可以请放碗。哇，好烂哦！好，所以等一下你也可以玩一次，对不对？再倒一次来，你先把那个分五颗把它放进去。好吃！哎，我在录哎，你慢慢画，来。哦，我们讲吃哇，不能这样子。他说一次可以用完吗？要一次用完的意思。一次用完吧。哦，好。还要吗？对。那我技术多烂啊！你是这样没有在，就是没有在。对啊，没有在那个。没有在做饭的。对。他比较快。对，现在才发现。他不怕辣就不要弄，对不对？这是大的吗？他说有点大，对，他说有点大。那我们材料放完之后呢？弄一点点好了。好。弄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不多嘛。我们拿起刚刚的面糊再倒下去，铺成一个大圆，铺满就可以了。啊，其实都黑色的满了。盖住哦，铺成一个大圆，大圆才会大颗。铺成一个大圆才会变成大颗。啊，对吧？哦。给你大圆，就现在整个都像这样吧。是一个大圆，懂吗？是，好，挪一下哦。后面的料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个料全部散了，还要吗？还要吗？还要吗？把它用满了，那就没了。好，先这样子，还要拍吗？